夫赐五福以安一县。南宋皇帝的御笔亲批，让历史记住了一座古城——福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缔造了白云山的虎穴奇观。 一代名臣薛令之的廉洁自守，开启一方文脉。革命英烈玛丽峰书写古城的红色诗篇，本地戏曲评奖戏唱出福安人的朴实率真。 2006年秋，福安白云山下一座深藏地下的巨大洞穴群，所隆洞浮出水面。巨型花岗岩千叠百丈，形成众多姿态各异、大小不一的洞窟。大洞可容百人，小洞仅容一人。洞中有洞。 洞洞相连，千回百转，恍如地下迷宫。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评估专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邱小平对九龙洞蕴藏的地质秘密充满兴趣。 他曾多次到白云山核心景区九龙洞进行实地考察。在众多洞窟群中，有一个大型罕见的巨型湖穴，让邱小平格外关注。湖穴是由急流漩涡夹带砾石、磨石和床形成的弧形凹坑。 是一种极具观赏性和科学意义的地质构造。邱小平对这个湖穴进行了测量，结果令他惊喜不已。湖穴的高度大概是46米，它的长径大概是27米，也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湖穴。巨型湖穴形成殊为不易，强烈的漩涡状水流。 在致密坚硬、矿颗粒均匀的岩石上，耗费数万年光阴，一点一点磨石，才形成今天的模样。在白云山禅溪长约5000米的河道上，分布着数千个不同类型的湖穴，数量之庞大，发育之系统，类型之齐全，具。 我罕见。地质运动造就了福安独特的地质奇观，也形成了依山傍海的封闭格局，让福安成为偏远的安全地带。早在殷商时期，福安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汉唐以来。 大量中原士族入闽避货，带来先进文化，福安由此而兴盛。福安连村唐宋古码头是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同一时期开埠通商的内河港口，是唐宋时期闽东北的商业中心。 连村渔舟渔货并集，远通建宁府诸县。
尽通县城及各村落。至今，连村老人还用“十里长街不打伞”的俗语，形容当年码头一带商铺鳞次栉比的繁盛景象。文化的昌明与商业的发达，让偏处一隅的福安成为一方重镇，也带来了行政区划的改变。唐代福安隶属于长溪县。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以长溪西北乡地偏南置为由，请求西县。南宋淳佑五年，公元1245年，乡人殿中侍御史正采献诗李宗，力主县治设在风景如画的涵阳板。宋理宗被打动，御批夫赐五福，以安一县，并取其中福安二字钦定为县名，成就了福安以诗立县的千古佳话。1989年，福安撤县建市，福安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从乡到市，福安二字承载着这片土地重要的历史记忆。千百年来，福安人把对幸福安宁的向往，化作辛勤的劳作，在岁月的长河里，沉淀出福安独特的文化品格。福安市西坛镇连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皇帝敕封为连的村庄。连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精髓，这样重要的名字为何会落在一座偏远的小村庄上呢？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主任梁立奇在研究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连村的历史与唐代名臣薛令之密切相关。薛令之，唐永淳二年8月15日出生于福建长溪西乡石矶津。公元706年，年轻的薛令之金榜题名，成为八闽地区第一位进士。明万历版福安县志称赞他：闽登地破天荒者，时令之也。这意味着灿烂的中原文化之花，在原本蛮荒的福建结出丰硕之果。唐开元初年，公元713年，薛令之勇于政谏，以廉明清正著称，挥毫写下千古名句：“伦言为草芥，臣为国家珍。”皇帝的话是草芥，臣子才是国家珍宝。大胆率直的诗句充分体现了薛令之的耿介不阿。由于权臣当道，薛令之只能抱病辞官，两袖清风，徒步返回了家乡。一个在朝为官30多年的人，他把清廉多才的名声留在了京城。薛令之返乡后，过着穷言经书、抱瓮灌园的生活。唐玄宗闻其家贫，曾下诏令长溪县拨赋谷资助。薛令之酌量领取，从不多受，深得乡里敬重。
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即位后，怀念昔日师生之情，想召薛令之入朝。此时薛令之已与世长辞，去世时家徒四壁，只给子孙后代及世人留下了千古名句：盘中何所有，暮许长阑干，饭色迟难晚，更息注意宽。唐肃宗感佩恩师清廉，特敕封他所村石基金为廉村，村前的溪流为廉溪。薛令之清明从此代代相传，成为八闽读书人的楷模，形成了廉村特有的廉洁文化。薛令之作为开闽第一进士，对福建的读书人影响巨大，到了宋代已经形成无闽不泛榜的局面。后人为纪念薛令之，在廉村盖起了一座明月祠，将薛令之的塑像供奉其间，成为当地学子瞻仰先贤的重要场所。草堂西在灵山谷，勤读诗书向当竹。福安的山水孕育了薛令之高远廉洁的文化品格，福安也在千年的光阴流转中成为八闽地区的文化高地。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对，我要等待命令，不怕困难，坚持到胜利。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这是根据36位在阳澄湖畔养伤的新四军伤病员与日寇英勇战斗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现代京剧。毛泽东主席将改编后的剧名定为《沙家浜》。鲜为人知的是，这36名伤病员大都来自福安所在的闽东苏区。福安籍将军黄峰在《闽东健儿征战录》中回忆道，这36名伤病员大都是闽东红军老战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边在阳澄湖里隐蔽养伤，一边抓住机会打击敌伪，不到半年时间又拉起了一支有两三千人的新疆抗，扭转了江南的抗日局面。在中共福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郑明华心中，沙家浜中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与闽东苏区的红色精神一脉相承。闽东苏区曾是红军长征前全国八大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为福安赢得了闽东小延安的美誉。为筹建闽东苏区纪念馆，郑明华来到曾经的闽东苏区指挥中心百柱洋实地考察。1931年，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邓子恢奉命来到福安，改组了福安县委，选任马立峰为县委书记。马立峰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福安籍烈士短暂的一生留给后人许多值得缅怀的事迹。在邓子恢指导下，马立峰领导农民在西炳镇、牧羊镇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抗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农民协会遍地开花，中国共产党在闽东农村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
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陶铸书记指示下，1932年9月14日，马山村一间挂着党旗的屋子里，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正式宣布成立，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拉开了闽东工农武装的序幕。同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叶飞、曾志等人到闽东，充实加强党的领导。1933年秋天，蒋介石百万大军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闽东一带防卫空虚。马立峰等领导人意识到，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机会来了。1934年初春，闽东苏维埃政府在百柱洋成立，马立峰当选为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闽东苏维埃政府起草的分田纲要指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席卷闽东苏区，数十万农民分到了土地，许多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共青团闽东特委和闽东妇女工作团在百柱洋相继成立，百柱洋成了闽东苏区的指挥中心。闽东革命根据地扩展到1.1万平方千米。闽东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东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35年2月8日，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被叛徒杀害，年仅26岁。马立峰牺牲后，闽东苏区进入了艰难岁月，但革命的火种却从未熄灭。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进程中，2300多位福安人前赴后继，用生命诠释了对中华民族的忠诚。2009年，闽东苏区纪念馆开馆。一个包括烈士文化园、故居和纪念馆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群在福安正式落成，供后人凭吊瞻仰。苦难岁月早已远去，英雄故事却留在人们心中。先辈们用理想和鲜血书写的红色历史，永远激励着后人努力前行。不过两个姑娘在家哭哭母，哎呀喽，哎做你搞你一点。参加评奖戏《马匹补国漆》排练的演员们还没到齐。陈爱蓉已提前进入角色，进来就站八字步了，哎，这样子走也，我们的讲是这样子的，虽然年近古稀，但一招一式依然流露出昔日评奖戏女主角的风采。千贼贼评奖戏起源于闽东北，是闽剧前身之一。由于唱词和对白都采用方言，道白腔调平白如画，故得名评奖。以福安话为代表的闽东北片方言，保留着诗声和俗声两套系统。戏中的诗声与俗声是根据主要戏中的那个角色与行当来决定的。评奖戏中的士大夫、闺门小姐等人物用文读，规范文词优雅；丑角等用白读，词句离俗，诙谐幽默。
评讲戏的唱腔既有南戏柔曼温婉的乡音，又吸收了弋阳腔一人主唱众人帮腔的形式。哎，这老公你哎，东爷爷怎么样？谁给好有味气哦，根本不是哟。伴奏乐器也极富特色。这个是评讲戏的特色乐器毛胡，这个是毛鼓，体裁山上的毛竹，最古老的评讲戏乐器，打起来声音比较清脆。20世纪60年代是评讲戏的辉煌时期。1960年，成立不久的福安评讲戏剧团上演了10台大戏。在福州参加全省戏剧汇演期间，曾创造了一票难求的盛况。1961年，15岁的陈爱荣考入福安县评讲剧团，成为一名优秀武旦，并主演了几部深受好评的大戏。1964年，评讲戏《茶歌》进京演出，大获成功。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许多传统剧目曲牌和表演技艺失传，地方戏的没落曾经让很多有识之士扼腕慨叹。陈爱荣无法割舍评讲戏情节，利用业余时间苦练基本功，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返评讲戏舞台。2012年，为了恢复评讲戏，福安设立了评讲戏艺术传承中心，刘碧生担任中心主任。听到这个消息，已年近70的陈爱荣激动不已。我们的老师从北京、上海赶回来，他们说我们的评讲戏传承和保护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刘碧生明白，已经停演50年的评讲戏要再现辉煌，演出全本戏才是关键。要找几位老艺人是可以，但是要组成一个演出团队是不容易的。老三好，两好熬，人人都不熬不熬生命。陈爱荣承担起演出台柱和培训青年演员的重任，他一边苦练自己演出的角色以保证演出品质，一边指导青年演员，从唱腔身段乃至表情都亲自示范。尽管青年演员经验不足，但那一张张认真的面孔让陈爱荣看到了评讲戏的未来。马匹补伯妻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目，讲述的是富裕老人马匹补娶妻的故事。刘碧生将它作为第7届福建艺术节表演剧目，并请来编剧林春季进行改编。啊，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啊，就是唢呐进去的时候，能注意一点节奏。好，开始啊，对，准备。林春季充分调动闽东生活元素和民间表达方式，通过马匹补的思想转变，成就皆大欢喜的结果，喜剧味道更加浓郁，强化了福安特色的戏剧风格。2017年，改编后的剧本入选原文化部剧本扶持工程项目名单，成为闽东戏剧界史无前例的突破。2018年11月，福安评讲戏《马匹补伯妻》在第7届福建省艺术节上获得银奖。作为福安土生土长的艺术奇葩，评讲戏不仅承载着福安人对幸福与安宁的向往，
也融入了福安人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成为了解当代福安的文化视窗。坦阳村是白云山东麓一座偏僻的小山村，在这个并非军事要地的闽东山区，却矗立着功能设施完整的炮楼。安宁偏远的茶叶之乡为何保存着古老的炮楼？奇特的现象吸引了建筑学者的关注。1995年夏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和李秋香老师带领学生们专程来到福安坦阳村考察这座古村的历史。一片具有闽东特色火形山墙的古民居旁，四层高的方形炮楼巍然耸立，墙面以三合土夯筑，二层以上每层都有窗户，既可采光通风，也可以瞭望射击。炮楼设计合理，建筑坚固。考察中，陈志华发现炮楼的来历和坦阳村另一座古建筑密切相关。横楼，封泰龙茶行旧址，是坦阳功夫红茶创始人之一施光林所建，也是施家住宅。横楼楼高三层，每层11开间，一楼制茶，二楼包装，三楼摇青，是坦阳茶行典型格局。100多年过去了，依然有茶农在这里制茶研茶。19世纪中期以来，坦阳功夫红茶风靡欧洲、东南亚。鼎盛时期，坦阳村茶行多达70余家。坦阳民谣“白银用斗量，船舶清风桥”，是当年茶叶贸易空前兴盛的写照。为保护茶叶为坦阳村带来的巨大财富，民国初年，坦阳村筑起了一道长10余里的城垣和12座炮楼。百年沧桑将这些防御工事化作尘烟，仅存2座完整炮楼，守候着坦阳村的悠悠往事。闽东文化赋予福安民居以火形山墙为特征的地域色彩，然而专家却发现，在福安西柄镇楼下村，同样的闽东文化却孕育出不同于坦阳村的民居。32幢传统大宅院集中分布于楼下村3条主干道上，气势宏阔。这些民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已有200余年。楼下村主体建筑以厅堂为中心，布局对称，中轴线建筑由前厅、天井、主厅与后天井组成，主厅两侧还有侧天井。以天井为中心的结构为邻里提供了交流空间。陈志华教授的团队研究发现，楼下村大宅院格局尤为敞亮，最具特色的莫过于2层用于劳作的超大空间，村民可以晒谷、打谷、酿酒、存放粮食。这一层呢是楼下村大住宅的3层，那么这个3层最大的特点呢，有2个屋顶叠在一起，我们叫虫洞，它可以全部的把这空间合理的利用起来。
福建地区它是雨水比较多，一旦这个大雾漏了呢，不会影响下层的居住。除了布局严谨的规划外，楼下村古民居的每座老宅均有工艺精湛的多层窗雕，古雅的文字和生动的人物透露着浓浓的耕读文化气息。2007年，由陈志华编著、李秋香主持测绘和影像的《楼下村》由清华大学出版。在书中，陈志华教授用八个字来赞誉他心中的楼下村民居：乡土建筑，中华遗产。2018年，坦阳村和楼下村同期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两颗同源异流的古村落明珠，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在新的时代依然各自精彩，成为福安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2010年10月，福安将包括湖穴地貌在内的白云山联合申报宁德世界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授予世界地质公园的称号。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会议上，一份宁德世界地质公园湖穴博物馆的专题报告，让白云山世界级湖穴博物馆的称号不胫而走。这为福安发展文旅生态经济提供了强大助力。这张照片记录着福安畲族银器制作工艺的荣耀时刻。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上，一只金色竹盘盛放着一方银色丝巾，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人们发现这方丝巾竟是整块银板錾刻而成，这是杨先福参与制作的典藏版国礼纯银丝巾果盘，和美他用独创的精美錾刻技艺，将银板錾出丝巾形状，再以手工錾刻出无数根精美线，形成多项折光，制造出迷人的光学效果。冰冷的白银看起来犹如柔软的丝绸，惊艳了整个会场。福安畲族银器制作自明代以来就享誉闽东，据明万历福安县志载，明宣德年间便有3000来去客、40000打银人之说。杨先福16岁学艺，在继承畲族传统银雕技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对杨先福这样的民族工艺继承人，福安市文化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引领他们参加深圳文博会、厦门文博会，广泛向外界推介福安传统文化。2019年4月，第14届中国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上，杨先福制作的凤凰冠夺得金奖，福安畲族银雕再一次声名远扬，成为福安名副其实的文化产业名片。在弘扬传统文化、发展文旅产业的同时，福安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2000年，福安白马港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一类口岸。经过多年发展，白马港区现已成为闽东规模最大、装卸效率最高的港口之一，福安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也随着港口经济的发展迅速向外扩散，
文化产业与港口经济互相促进，形成了叠加效应。随着沈海高速、宁尚高速、福泰高速、温福铁路等公路铁路在福安穿境而过，福安和周边地区形成半小时交通圈，今天的福安已成为闽东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保护与开发是现代城市发展永恒的矛盾，福安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从事摄影近30年的郭建平一直在用照相机记录福安的变迁。他镜头中的猕猴是白云山最具代表的生灵。福安经济的高速发展非但没有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反而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安宁的家园。白云山下黄兰溪峡谷正规划建立自然生态猴区，来保护这些白云山的原住民。猕猴已成为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纯净的生态环境，多彩的人文风情，蓬勃的现代经济，构成了福安的当代风貌。在福安市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建设下，福安正逐渐成长为一颗熠熠生辉的闽东明珠。历经亿万年，白云山秀丽如初，独特的山形地貌造就敬天厚德的文化品格，成就绚烂的八闽传奇。悠远的历史连接起当代足迹，福安人将斗转星移谱写成一首岁月之歌。福地洞天处，安居乐业乡。这是文脉深厚的水土，这是有民皆安的福乡。